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一节，先知耶利米对耶路撒冷寄批和受掠的祭司、先知、甲众百姓、甲要地的长老，就是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掠到巴比伦的。二节，这是伫亚古尼亚王甲太后、太监。甲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，以及工师傅、铁师傅，拢离开耶路撒冷以后，以托撒番的囝伊利亚撒，甲希列家的囝基玛利的手带去的。因两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找去巴比伦见尼布甲尼撒王的。四节，回来讲。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受掠去的，就是我和因对耶路撒冷受掠到巴比伦的人安尼讲，恁就起厝来徛起，栽种田园，吃其中所出产的。六节，娶某来生子儿，为恁的子娶某，和恁的查某子出嫁生子儿，伫遐。生团坐坐，无减少。我所予恁受掠去的迄个城，恁都为迄个城求平安，为迄个城祈祷耶和华，因为迄个城得到平安，恁也对伊得到平安。八节，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安尼讲：毋通予恁中间的先知甲卜怪引诱。也毋通信家己所做的梦，因为因托我的名对恁讲假预言，我并无找因，这是耶和华讲的。十节，耶和华安尼讲：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，我要眷顾恁，成就我对恁所讲的好话，予恁倒来这所在。耶和华讲：我知。我对恁所存的意思是赐平安的意思，不是降灾的意思，要予恁每境有盼望。十二节，恁要呼求我，祈祷我就应允恁。恁找求我，若专心找求我，就要找到。耶和华讲，我要予恁找到。我也要予恁受掠的人倒转来，将恁对各国，甲我所赶恁到的各所在聚集来，佮将恁带倒来我，予恁受掠离开的所在。这是耶和华讲的。十五节，恁讲耶和华伫巴比伦为阮兴起先知，所以耶和华论到这代为宝座的王。甲踮伫即个城内一切的百姓，就是无甲恁做伙受掠的兄弟，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：看，我要予刀剑、饥荒、瘟疫临到因，予因亲像极歹的无花果，歹到袂食得。十八节，我要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对赶因。予因伫天下万国迄来迄去，伫我所管因教的各国，予人咒诅、妄言、讥笑、凌辱。耶和华讲，这是因为因无听从我的话，就是我早早起来找我的罗卜正先知去讲的，总是因无听。这是耶和华讲的。所以恁一切受掠去的，就是我对耶路撒冷找到巴比伦去的，拢得听耶和华的话。第一节，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论到哥莱亚的子阿哈，甲马西亚的子西底家，安尼讲，因是托我的名对恁讲假预言的，我要将因交伫巴比伦王。尼布甲尼撒的手中，伊要伫恁的面前杀因。第二节，大巴比伦一切受掠的犹太人，
要用这两人咒诅人，讲愿耶和华予你亲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甲阿合一样。这两人是伫以色列中做出见效的事，甲厝边的某惊淫，阁寄托我的名，讲我毋捌吩咐因的话，这也是我做见证的，也是我，这是耶和华讲的。第四节，论到尼希兰人是玛雅，你就讲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安尼讲，你捌用家己的名寄配合耶路撒冷的众百姓，甲祭司马西亚的囝西番亚，甲众祭司讲，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亚做祭司，代替祭司耶和亚大，和耶和华的殿中有官长，通将一切空砍家己称作先知的人，用叉架架掉，用锁锁掉。第七节，现在安纳独人亚利米对恁家己称作先知，恁为什么无责备伊啊？因为伊寄批予阮伫巴比伦的人讲，受了的事要久长，恁着起厝来徛起，栽种田园，来吃其中所出产的。这时西番亚就将这张批读予先知亚利米听。三十节，对安尼耶和华的话，临到亚利米讲，你着寄批予一切受了的人。讲耶和华论到尼希兰人示玛雅讲，因为示玛雅对恁讲预言，我并无找伊，伊予恁我去白查，所以耶和华安尼讲，我要刑罚尼希兰人示玛雅，甲伊的后代，伊的确无留一人待伫即个百姓的中间，也无通看起我。所要赐予我的百姓的福气，因为伊对耶和华讲悖逆的话，这是耶和华讲的。